刘嘉玲小心翼翼靠近牛群，一边说着 hello， 一边试着去摸牛的头，被避开后又改成摸牛角，却引发对方更大动作的回避。只见他不死心，想再次去碰触牛的头，没想到刺激对方用力晃头驱赶，这回吓得刘嘉玲惊声尖叫，才放弃触摸。而影片一曝光后，就引发讨论。谢梅啊，拜拜！有粉丝大赞刘嘉玲好大胆，拜拜，看得出你真的很喜欢动物。不过大多数的人却质疑刘嘉玲摸动物，这是错误的示范。要是鸡的牛做出反击，对人对动物都很不好，并表示请不要骚扰动物。你的影片很多人看，很容易立下坏榜样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开心而毁了生命。此外，有粉丝的焦点也放在这里。刘嘉玲最近在微博分享一张完全素颜的照片，运动过后的她皮肤吹弹可破，完全看不出已经年过半百。没想到这一次因为摸牛角引发争议。三立新闻吴正祥、李慧台报道。